最近很多网友问我打球打了很多年但依然打不准，比如这样又比如这样，什么原因呢？今天我们在俱乐部找一个错误的示范来给大家分析一下。寻找中，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可以教你打球吗？我可以教你打球吗？嗯，教我，教我，教我。行啊，教我，教我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行啊，我愿意。教学开始。我们大家看啊，这个架手是不对的，虎口跟食指要捏在一起，然后这个头的位置也是歪了，应该正过来，然后下巴要在球杆的正上方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手，这个手呢大拇指是错误的，要虎口握杆。不好意思，还是我来吧。手掌放在台面上，拇指食指捏在一起，右脚在右手的正下方，虎口握杆，手臂自然垂直，下巴在球杆的正上方。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知识点，圈出来要考的。你学会了吗？明明是三个